哎，啊，我跟梁成我们都在。音乐开的那么大，别进去，小雅。赶紧把他给放了！我现在不能把他给放。住手，夏！你干嘛？你松手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雨桐。那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钱。还有我手上的手表，跟这个钻戒也值几万块，放了我吧。再试试。求求你们放了我，我不会报警，我保证。到底在干什么？小夏，不出来了吗？跟你成南哥在看电视呢。那刚那是……他眼睛怎么了？所以你们需要钱，是为了他？还需要多少？100万够不够？只要你们答应跟我合作。为了找我爸要钱，找你伤心吗？他才不会伤心呢。该伤心了，他就没有管过我，只在乎生意，经常打我妈，因为受不了他的虐打。我说大小姐，前面路口可有摄像头，在戏咱们的眼睛呢。放心吧。事成之后，我给 K 他们100万，剩下的钱足够我跟阿海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记录有人道歉，马上来人，完毕。又杀出了你们俩。一分不少，还请多多原谅。没事吧？